他一个小时500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他打到一个一区前十灵活，一个小时不随便收500吗？哎呀，二级月光不可能的，我看架子。有点急，有点急。跟着夜团只能夜团发展，其实还好。说句实话，我觉得他收礼物多，他播这么久很正常。你们不要觉得他收礼物多就跟着他就大狗，其实我也不算跟着他，我们只是一起玩游戏，只是说好朋友好兄弟，大家不要想的太多了，对吧？就简简单单一起玩游戏而已，你们懂吗？有的兄弟就老是看到别人收礼物收多了就觉得我跟他玩就亏了，说句实话，我觉得很正常的，说句实话，对吧？咱们的不也说了很多吗？就老是觉得人家好都一样的，其实。那你要这样想，他打比赛都是骂他的，我打比赛都是夸我的，那他还不愿意跟我一起打吗？互相的，兄弟们，不要太那个了。有的时候开开玩笑得了，就有的时候每次就说。就真的，我说句话，我一个不是说我的，我也看得挺难受的，懂吧？你们要这样想。这个人他打不过我，我去，就出现吧，兄弟。我去他们家野区，我这波打完他个红 buff 真的升六。相互的，相互的，大家就好朋友。说句实话，也不可能妈的一起玩，老子希望你死的那种人。说句实话，你们要这样想，兄弟，对不对？就有的兄弟就觉得他们去别的圈子了怎么样子的，人家去别的圈子好，我操，看的人多，那肯定得让别人家去啊，你不能绑架他，兄弟你不能去，我不希望你好，对不对？你们别太那个了，对不对？说句实话，我还巴不得他们好一点，说句实话他们好一点，对吧？再带一下子对不对？那不挺好的，互相带一下子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们这样想，人家好起来了，说句实话，那其实咱们不也可以挺好的吗？对不对？那以后塔利亚好起来了，那我还不跟说，他当初在虎牙没人看，那不是我给他搞过来的啊，是不是？他上了，这波去月上，这把也 nice， 800分。呀 ，Q 一，我这边，对上直接 Q 一啊！他，我这边上，我这边把保护上，打他一，来 Q， 我给你 Q， 对，刚接个电话把他兄弟发，因为他是在我们家野区啊，他们下路来不了。
如果把这个小龙打，对啊，大家其实我限制朋友都是巴不定我直播越来越好的，你们懂吧？都是巴不得的，大家都互相着，都是好朋友，他们好就互相好起来都可以带一带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没有那么多阴谋论。 对不对？弹幕说的挺对的，那个有机会就一起玩嘛，没机会就对吧？就再约嘛。啊嘛。A B B 呢 ？A B B 那没办法 ，A B B，A B B 说句实话，没办法，直播看看。 那只能说夸张两个字，这种只能说牛逼。我操，等一下我。我看哪车？能教野插野吗？我操，我插野说句实话真挺慢的，你自己去学吧。我不好教，我只能教你打野，我教不了你插野，我插野也挺慢的。 我有的时候插眼也插的差不出来，挺尴尬的。A B B 是巴不得死啊，那还好翔哥死不掉，他先死了。还好我有底蕴，妈的。OK，不用怕。 哎，他也，你敢啊？猪，哎，猪，哎，要不要加闪现呀？还行一点，那可能会死。要闪现，杀大人。他妈一想到什么就直接说。降平其实还好，降平其实。 就是有的时候突然就搞一句，其实还好。阿丽丽是真的是直接说的，打个灵活，就直接说，都只会一两个英雄打灵活，这种话你们懂吧？就无形之中很难做。阿丽丽不过阿丽丽人挺好的，人挺好的。但他其实挺好的，你自己想，他打灵活，他自己有事陪我们打，他自己又没收益，对吧？就是情商低，哎。 其实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这种情况其实，就是说话，有的说话，哎，你那样说也没问题。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情商低，但是我现在比之前来说情商要好一点。以前情商也低，有的时候我以前也是他这样的，都差不多。但是，啊，玩的好的话，对吧？接触的人比较少嘛，就上分嘛，就这样子，都差不多。我也情商低。 但是现在相比来说还是有一点点，啊，有一点情商，还可以啊，灵活流动。下一把，他一个小时500是真的吗？真的呀，他灵活一个小时，他打到一个一区前十灵活一个小时，不随便收500吗？一区前十，我操，我跟人家打灵活。